现在开始点动。OK， 这个上边有缝隙，这个需要往下边敲，上边那个、下边那个顶住这个铁丝了，这个也需要往下边敲。这种情况下，铁丝靠里了，需要调整这个，需要调整这个弯边钩，松开螺丝，往外边调。好，调上三四毫米就 OK 了。调整完之后，需要摁一下弯边右移，再开自动启动。可以，这样就可以正常运转。前期这个运行速度不要调太快，需要磨合模具。